得票数22028.7票，他来自 Team N2， 冯新铎。SNH48 Team N2 的队长冯新铎是一个很丰富的人，丰富到自己都琢磨不定自己的性格。如果把他看作一个万花筒，他将会给你一个世界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给他送上奖杯。SNH48 Team N2 的冯新铎，这次非常谢谢大家给我投票，谢谢大家。鼻涕流出来了，我真的这几天都非常紧张，因为去年本来总选的时候感觉没我什么事儿的感觉，但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特别的在乎，心里多了很多人，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我这么不能干的人竟然当上了 N 队的队长，然后支持着我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你们都在支持我，其实我心里真的没有那么强大，但是正因为有你们还有我的家人还有 Team N2 的队友，我才会一直坚持到现在。现在我真的感觉特别的幸福，像做梦一样，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走下去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好，恭喜恭喜新铎，请就坐，谢谢。好，孩子不要哭啊，人生。